要动啊，你要乖乖的啊，不准去，不准去，听妈妈话嘛，不跑啊，不跑啊，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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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想跑，对，他老想跑，他想跑走。现在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我耍猴的吧，我像一个表演耍杂耍耍猴的。哦，啊，是妈妈呀，这你都不认得了，这么久没见就不认得我了，北极啊，你看看啊，香香的北极，你北极香香的，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谢谢阿慧送我的夜点，谢谢阿慧，谢谢。啾啾啾啾啾，你没办法逃走，接受现实吧，轮到你赢了，你就走不了，你已经在我的魔爪里了，明白了吗？正视你自己吧啊！生无可恋。不去，不去，不去，不去的。你看我能让你怎么？你只能当我的猫咪背包，猫咪挎包。李北极，挺过分，好像你不准走，地上脏。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对的，我就是在强迫他。嗯，你还可以，你还卖惨，你居然给我嗯，我真是受不了了啊！你搞得我好像对你不好似的。不，他乱跑，地上没拖呢，脏死了，不能让他踩地上。谢谢凯特送我的夜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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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凯特。我没欺负小孩，哎，这话说的，说的我怎么样了？是相亲房间的空调空气在哪？我要被热死。相亲房间的空调空气应该在张欣自己房间，他房间有一个来着。你找不到你就拿客厅的呗，你找不到就拿客厅的呗。北极姓李，啊，挖煤的。他叫李北极。他叫挖煤的。你什么意思呢？嗯嗯嗯嗯嗯什么叫他挖煤的呢？你姓李啊，哦？谢谢努力喊 call 的窝系贝壳小蛙送我的夜蝶，谢谢。要抖就是为了安慰他，就算说明他在摇篮里，要不然他就会逃走。北极，你再这样子的话，你不准去地下呀！跟你说不清楚呢，我们家有一点脏，地上你不能跑。冷静一点。行，他就是每次来的话都会特别兴奋。摸下巴。你挠挠头。他说你在干嘛？怎么样？感觉很巴适吧？怎么样，北极啊？他脾气蛮好的，他脾气必须得好啊。他就是现在心跳很快。
拖着它肚子，猫咪的肚子不是不能拖吗？猫咪的肚子很脆弱，我怕它容易被我拖难受了，所以我一般都拖它小胸。对吧？他们说不能拖肚子，我一般都拖他屁股或者拖他小胸这儿，抱小孩那样抱，我抱了呀，你们没看到我在那抱，但是他就是非常非常兴奋，我也不会晃晕吗？我就喜欢这样对他。他不是狗狗哟。他比鸳鸯乖一点，那你们可就小看他了。可怜的小比基，怎么被我抱了？是很可怜是吗？鸳鸯在，哎，笼子里。鸳鸯在笼子里呢。飞起，下一个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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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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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不了鸳鸯，我抱鸳鸯就要变成丑八怪了。我昨天已经变成丑八怪了，我昨天变成丑八怪大概丑了300个哈丘这样子。你去哪？我跟你讲，你下不去了。嗯？怎么被我牵住了？好讨厌。是，如果是我是他那只猫，应该也是想把我自己打死的程度。但是你不能下地，地上很脏哦，北京。不能下来啊！不能下来啊！你看你妈都说了啊。还有绳子，对对对，不行啊！你看我绑在我脖子上了，我们相连了啊！你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好吧，怎么样吧？要难受，一起难受。这个画面相当的好笑。没事没事没事，我很正常，就这样子拉着，不危险，没事。他不也绑在脖子上吗？哦，啊，不行，看地脏。你会拖地吗？你不会呀，你不能下去。你听得懂吗？鸳鸯啊，不对，北极。北极，北极，好了，乖了啊，好了，乖了。你知道大家知道暹罗就是话唠，就是特别喜欢说话的一种吗？哎呦呦，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你的暹罗一声不叫，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不绑脖子上，他骂骂咧咧，但没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不能在我们这儿乱跑。怎么啦？咋啦？鸳鸯为什么叫 call me 啊？鸳鸯是 coffee 加 milk， 所以叫 call me。鸳鸯就是奶茶。加咖啡的意思嘛，所以叫 call me 就是 coffee 加 milk 的意思，所以在 call me， 我因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再叫我让你去抓老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还抱你了。call me 真不错，对对对对对对。call me call me call me， 谢谢 T110指定冠军萧瑟先辈送我的夜蝶，谢谢。T110，谢谢，谢谢。Call me baby, call me baby, call me baby, call me baby。啊，不好意思，叫错了。怎么办？我有点不 respect 他的感觉。北极叫叫什么？BJ 北极哦。叫 BJ，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北极叫什么。
不要走，你不要搞得很 emo 一样，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哦哦哦，你知道我，你想给我抱是吧？哦哦哦哦，你不能走。哦，你不能走，你今天就不能走，你就得在这儿待着。嗯，你别骂我，骂我你也走不了。他真的很爱说话。姐姐，你看他耳朵在动，听我说话。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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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理我喽。你好香。他拒绝你，居然有猫敢拒绝！有点不 respect。你怎么样？非常不错吧？就是说，我语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怎么不喜欢我亲亲你？他居然用他居然用手捂我的嘴巴。哎呀，亲到了。你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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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嗯，我怎么感觉他要流泪了？还没把衣服穿好了。你看我玩猫还是有一手的，谢谢一喜送我的夜蝶，谢谢，谢谢一喜，走光吧，没事，它还是个小猫，它还可以走一下。好，谢谢。电能充吗 ？Yes yes yes。现在喝吗？现在我给你打开。什么叫漆黑了？他脸本来就是有一点，你说我们脸本来就是有一点这种 fashion 的这种感觉的啊，对吧啊？普洱茶还是什么？我看看，还是这个大红袍吗？普洱奶茶，绿普洱奶茶吧。谢谢。喂。啊。听见吗？对对对，是的。十七。十七。嗯嗯。嗯。
和爱吗？鸳鸯现在在里面呢。今天是北极营业的时间。好的，早点休息。帮我放首歌行吗？小爱同学，放首歌。好啊，陪你一起听歌，享受美好时光吧。他是北极，他是好人，放心吧。我粉丝，挺搞笑。你干妈是个好人，我确实是好人，我就是你亲妈，知道吗？你就是得被我亲，狂亲亲死。我就应该出现在你不管什么时候也有人陪着我。你看我对他就完全的不过敏的状态。谢谢阿叶送我的权杖，谢谢谢谢。哎，我要去找他们玩一会儿，帮我拿着北极来，宝贝。我去看看他们呢，他要被我烦死了，主要是北极，你很爱我的，知道吧？我进来了，姐妹们。你怎么进来了？好问题。我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进行播放。谢谢福福小兔送我的夜蝶，谢谢谢谢福福小兔，谢谢福福小兔。孙然念，孙然念，你看你看我。我卡住了。我会记得回翻牌的。我用四 G 啊，我用四 G。很热闹，我差不多再播一下我就关了。他应该也不会扣我钱吧？因为应该不。Hello。然后你们知道吗？就是说，贺卡我已经写了呀。贺卡我写了，你又没拿到，我今天刚写完。你这是什么业务啊？画头像业务啊？而且是怎么选钱的？因为一直有事。staff 说没有，就是 staff 的问题。就是绝对，因为我今天写完了我才走的。I'm so sorry。就是有一些些，其实我真的画了一点。无语。谢谢人间消声机送我的夜蝶。谢谢人间消声机。谢谢。然后忙碌的时间。忙碌完你们也知道，我就特别非常想睡觉，特别想休息，就狠狠的啥也不干，就躺在床上，然后就狠狠的已经拖到这么久了。好，我回学校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就谢谢。哦天哪，没有啊，在家呢。Sorry。 我再看看他们下。没关系了，可能就是下班了的程度。是第一位，对我表现出热情喜欢的后辈。真的假的？因为就是嘛，我当时见你哭，因为是有一种好像冥冥之中见到明星的那种激动感，你知道吗？你明天去理论，你可以明天找他们。其实这儿的光也还可以，大家。姐，嗯，你今晚上吃啥呀？
我今天晚上已经点了烧烤。你可以请我吗？你不是要请客的吗？好吧，我请，我请，我请。对哦，还有青年大学习。郭爽，青年大学习，我没做，我也没做。什么东西啊？青年大学习。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哦，原来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不做青年大学习。那是什么呀？就是要看一个视频。我以为天哪。算了算了，我放弃了。你们都要做呀？因为不做的话没有学渣分呀。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作业。对，无语子。真的吗？嗯。Sorry, sorry. 今天的妆容是我拜托我做了才有学分。我们的一个那个很难做吗？有 B 站的问答难吗？差不多就是那种问答。然后就是那种，做发型的姐姐。那你两个人一起在旁边做，还能互帮互助不行吗？还画了一个眼角，谁懂？那很简单呀。我从来没画过这种东西，但虽然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有答案。在镜头前面有答案还难啊！你们这些小朋友真的是要给喂饭的。哎，不难，就是说会忘记做嘛。对，就是会忘记做。就是。你们两个今天就把它给做了。等会儿就看，相依为命一起做。是，对，杨姐也有。有啥？我在喜欢林娜贝尔。啊，可爱！呀呀呀呀呀！但他们说像猪耳朵。啊，猪耳朵不好吗？猪耳朵多可爱。猪耳朵多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一点都不像猪耳朵，就是狐狸耳朵。我觉得猪耳朵很可爱。绵羊主持青年大学习，哦，是想给你们拍一个视频吗？做他们做青年大学习，这也要看。我可能过两天就回去了。我觉得你几号走？哦，哎，这里的光真的很不错。快的话，那我以后都在房间这里直播就好了呀。但是如果明天回去了， yes, 我肯定我就是最可爱的，因为我感觉我爸妈。爸妈，我妈妈应该会很想我，还有我婆婆爷爷。好看吗？我好不容易抢到的票，谢谢我。今天裙子超漂亮，谢谢。我要回去看一下我夜晚的返图。我打算每天都要，然后使用自己的美貌才能入睡。怎么会有这种人？我今天就一整个忘记拍照了，救命！是吗？没关系啊，肯定会有人拍的。对啊。其实我好像那天也没拍。听到了吗？小宇宙的名言，把他那个谨记好吧。今天又有金句了，每天都要吸食自己的美貌才能安心入睡。请他给我打在首页上。因为当刚放假完吧，那个时候是国庆节假，我可能那个时候在学校，所以时候可能行。你说秦的生日，我也快给我截图吧。这个地方截图真的很漂亮。您是前生日，我也不在。因为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学校了，我们学校给我发通报批评，谁懂？我懂。因为我只去报了个到，然后呢？是假的，你这点评也太高了，人家建模脸，跟我没太大关系。说系上和学院一直问我们辅导员，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办那个免听力考，然后他说再不回去的话就要发全校。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旷了一个月的课。好，评价。就是我桌子上那个麦丽素，我感觉已经过期了。真可爱，真可爱，真可爱。我给自己布置了个任务，每次公演结束就拍一条抖音。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吧。今天的 freestyle 不错，但是我们确实很难。我们学校是在那个这光真的很好看，路灯上是吧？就是它有。我希望我们北极刚刚被我狂亲了一阵之后，希望它不要悲哀这样子。就是对。我把北极抱进来，嗯，希望不要有阴影，希望他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小可爱，但其实我每次叫他都会这样子。我真的很想被挂。他
不要做噩梦，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他的视角，我有个人，有一个人这样，这样的啊，确实也蛮可怕的。确实啊，有点像鬼片那味儿了。怪姐姐，什么呀？你去看微博吧，我现在就去看一下，因为我现在不能看吗？大大真的。欠啥也没有嘛，不就是骗我了吗？你们这就是骗子。我们这种小偶像也应该说走就走，微博啥都没有。你咋走那么快？你们叫我去看的，我就去看了。很多央视的那种。你看我说什么，我你们说什么我都信。谁说了没说？你们刚刚明明就说了。因为川影的播音挺出名的。而且就是，就算你是专科，也会有含金量，也不说含金量，就是说，因为川影的那个是猪猪，以后也可以在这个房间的是一样的躺播这样子，朋友们，晚安。今天 rap 封神，哎，大家你郭爽真的一点儿。思考的时间都不给我的，我还以为我 MC3 呢，没想到我下去就终极任务，我整个人傻掉，我心里想我在干什么，然后呢我就一边跳副歌一边把自己的思绪放在一个写 rap 的地方，就在那里埋头写字，假装自己就是说灵魂出窍，你知道吧，就是一边跳着副歌一边在出窍想我的东西，极限挑战创词，对对对对对，连中国新说唱都没怎么难唱呢。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我的夜蝶，谢谢小羊，谢谢小羊，可爱的小羊，因为我相信杨姐，跟我同名的小羊能跟我想出来，那下次给你，下次要你想一个呗。好，我就说雪阳玉镯的头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郭爽的头是地瓜，一点都不压抑，天天少了一个瓜。你陶土雪阳玉镯，黄河发大水，雪阳玉镯在河边搓大腿，搓的夹夹满天飞。你这些都是那种自己用过的那种方言土话。我打咩啊，星期天的早上雾茫茫，捡垃圾的队伍排成一行，许阳玉镯一指挥，冲进垃圾堆，烂裤子烂袜子捡了一大堆。你是现想的吗？他当然不是了，你以为呢？哦，确实老梗啊，土老梗。哎，我其实我怎么说出来了，其实我准备如果以后在 MC 上受惩罚，把这个当成 rap， 那你没办法，你说不了了呀。我就再说一遍，我不能输。我真的不行，术业有专攻。不行，我们小学的话，我们现在说出来都播不了。真的，有一些很恶心的话。每每备用，对的。我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小学，对对对对对。都是哎，我们小学都喜欢说什么臭狗屎之类的，无法。小学都没。还记得还是很厉害了。真的，我们小学特别文明。懂了吧？谢谢。翻，别人骂你是猪，然后就说你才是猪，然后翻篇的意思就是说。不准再说这个话题了，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谢谢想不到前传的木木子，然后先骂回去，谢谢送我的夜蝶，就是，那我们还有那种反弹呢，说你是傻子，他说反弹，然后我们就说反弹无效，然后反弹关门，反弹防御，对，反弹再反弹，就是这种半夜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
算了，谈家具，不想跟他一个年代。是，太搞笑了。这是什么复古现象？确实。你们小时候玩过打枪吗？就是那种啪啪，对，啪啪。我小时候跟一个男生玩打枪，然后就是他要跟我一起玩的。谢谢皮卡鱼和宝石送我的夜蝶，谢谢皮卡鱼和宝石。我一整个大倒地，然后就是非常痛苦的在那里蠕动，然后轮到我打他了，他没反应，他说我没打到他，然后我又打了几枪，他还是说你没有打到我。然后后来我就过去往他头上扇了一巴掌，我说现在我打到了。你的声音真的好大，好有传统。我们俩真的可以 PK 一下谁的声音大。确实，我们下次在海上海底捞 PK 一下，谁能在包厢里面把服务员叫来。我上次给他们表演了。你确定吗？也行。那你现在表演一下，你要把谁叫来？海底捞的服务员阿星。你现在叫海底捞的服务员。现在，你现在叫服务员，用你最大的声音。我准备好了。好，嗯，大家。可以先把耳机取下来一下吗？家人们，准备好了吗？开始大喊，开始叫了。救命！等一下，我要运一下气。救命！救命！我只能捂一只耳朵吧。我也是，我只能捂一只耳朵。防我人！好，到你了。哎、你声音好尖啊！你刚刚叫的是什么？服务员。啊，服务员。孙文妮，你来，来，他们说来了来了，我们来，我们一人比一次谁的中气十足。Okay, 好，服务员是吧？嗯，对，嗯，先深吸一口气啊，真的要运气啊。是的，是的，是需要运气。服务员，为什么感觉你大声一点？服务员真来了，服务员在按门。但其实我们这么叫在学校是会被骂的。对，因为就是说直接用嗓子喊老师就是确实啊，你应该用气。对啊，是的，对不起，你要运气，用丹田发声。是的，你找一下拉粑粑的感觉。扰民了，你们这应该是离得最远了，怎么反应的这么大？因为我们要练声，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声音变得大。嗯，那你们刚刚都不是那个。那个中气十足的孩子啊啊！大家捂一下耳朵，谢谢。我要完了，想一下我的啊，可以啊的。我记得我们艺考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我后悔说出这句话了，朋友。你要从一楼喊到三十多的人都听到。啊啊啊啊！有没有很牛？我们搬家吧，我怕被投诉。我们搬家吧。好像我们家隔音。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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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晚上夜晚分贝超过多少就被就会被不会被罚款吧？不至于，不至于。我们才吼了两嗓子。嗯，好吧，大家八十，那还好了。其实这个不会伤到嗓子，因为是但是是功底，用气在是发声了。哦。我来教大家怎么用丹田发声，就是把气沉下来，沉到丹田，找一下拉。有蟑螂的时候，你说蟑螂会不会被我们震慑到，就是河东狮吼的感觉，然后蟑螂就觉得它身边的磁场变成了发生了变化，它就没有办法移动了。输出非常用声音来攻击它，中气的声再也不敢来了。没关系，我们关着两个门呢，门加门应该还是能抵御一些声音的。哎，我真的很想让你试一下。哎，你们学校开始演片段了吗？蟑螂这家呆。我们学校表演只是我们那个我们科的那个。你们学的是一样的吗？对啊，他学表演，我学播音。哦，我也学播音啊。对啊，有没有片？你有没有学过表演？学播音的时候会学的吧？嗯。啊，不会。嗯。我们老师要求我们在台上说话，就是说，练台词。苏哥。鸡蛋，我们给你送鸡蛋来了。我们都是就是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哪里？这里已经进行了洪水，哎，这里已经有我的小腿伸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大二才学这个课程，第一次学这个课程。
就是要讲这个学理论。我这样说话，我非常难入戏，根本入进去，就可以学。嗯，楼下贴告示了，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今天第一次偏分呢。是的。我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就是头发老乱跑，就是还有一点没有习惯我的偏分。好看吗？是吗？好看吗？谢谢胡萝卜侠，有一点不适应。回去做笔录。老师说让我把每一个音都说完整。对啊。就是每一个字要发到最后一个音、哎、他们说蹭到川乙和上戏的课了、嗯、谢谢对啊我认真在听今天的妆也很好谢谢说大家记一下笔记就是说要是我们两个知识点有重合的地方御姐风对啊我今天就是说走姐姐的风格谢谢变成天上一只鲨鱼送我的权杖我可没有听说好多年我才刚开始一整个被美到了真的吗大家已经很晚了耶今天回家是比较晚的一天因为今天生日公演观众朋友们好大家晚上各位观众什么时候走妹妹风我昨天就走了妹妹风你有没有关注我我昨天走的就是可爱风晚间真爽带你吃点真正爽行行欢迎来到带你吃顿。我好喜欢姐，什么不是有我眼睛好红，但我现在没有摸鸳鸯。哎，我们到时候咋说？我要把北极拉进来，等着我们大家。真爽，带你吃顿真正爽的。爽的Yes. 催更是吧？催更啦，催更。你不没时间吗？你不要回学校，没办法，加油！如果等我们下次学业繁忙，明年吧，明年见。建议你直接到横店来找我，真的。对，吃铁锅炖。谢谢，好的，送的全程，好的。谢谢筷子子。姐姐，你看看，这是你妈的好，你等花没的，过来花没的，好吧。那我就找个时间去横店找孙振义吧。我去看一下。花美，好好叫他。他听得懂的，是吧，北极？嗯。他连花美都听得懂。他啥都听得懂。你就是我的，你就是走不了，你烦躁也不行。我一直觉得这种猫子长得很像挖煤的。哇，这是什么东西呀、啊？这是释小杰，这位 ID 的剧剧叫不？这个女人。这位叫释小杰的酒名，好可怜，他才不可怜呢，他很幸福的好吗？释小杰，我对别的猫，他每天就是四十一千。唯独小班不行。对呀、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孽缘呢？我一直觉得小班肯定身上不干净，肯定袁一奇没怎么给他洗澡。确实，袁一奇肯定不给小班洗澡。我也觉得，其实猫咪也不用经常洗澡，就是因为它会自己给自己洗。等下放哎呀，来，挖煤的来。北极好可怜，他不可怜。就我觉得猫咪两个月洗一次澡，还是要多久洗一次澡？一个月洗一次啊？怎么容貌焦虑了？如果你的猫猫经常舔毛，经常给自己洗澡的话，其实两个月洗一次也不是很久。我觉得两个月，半年，而且洗多了澡对猫咪还不太好。我上次特意去搜了，为什么就是对个别猫过敏？他们说有的就是说因为啊，真的吗？谢谢。他们说有的就是因为就是。给猫吃的狗粮，给猫吃的猫粮啊什么的，就是牌子啊什么的问题就会。我要关播了，大家。我要去陪北极玩耍一下，我觉得他需要我。不急。好，期待俺们呼噜变成口袋的那个表情。康明，哎呦，你来找我了。哎，来。哎。
看看一眼，看一眼啊！来来来啊！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我都给呼噜买了一个专门给猫咪刷牙的东西。他很倔强的，我跟你讲嘛，来嘛！哎，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好消息，好消息！我们这柜子修好了，好消息，不是烂房子了。好消息，好消息！这个戴安娜的银饰真的好可爱。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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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h my god！ 哦，礼物吗？我刚刚找过鸳鸯娃了，但是鸳鸯他就是他说他有点臭，然后他们跟我说他把了，他踩屎来着了。不要说鸳鸯，得太多隐私。就是我们女明星还小，踩到屎了，就是有点臭。拜拜。真就是有点臭了。拜拜。等他洗完澡，我再带萝卜过来跟他认识。哎，接过来。女明星第一次姐姐这么臭烘烘的，怎么过来？会影响他们俩感情。拜拜。拜拜。我两个手没有办法好，一只手没办法好好抓它。安娜是蛋吗？对啊对啊，等他洗了澡，我再带男嘉宾过来。而且就是最近鸳鸯可能要就是他在磨牙嘛，然后咬那个尿垫，然后打算带一点萝卜的磨牙棒给他。